你今天就带了这套衣服，没有其他可以让我们看看你见识见识吗？没有，还带了我行李箱呢。哇哇哇！挺重的，你今天带些什么东西过来？哇哦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哇，好多！哇，有一个给姐姐们的小礼物，我自己亲手做的。 哇，镜子，这是红星姐姐的。哇，这是红星啊！对，戴帽子那个红星嘛，为我们做，你没听到啊？我以为她是特别去买的，这是做的啊，真的。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卖这种镜子了，挺好挺好。然后这个是法姐的，哇，冠军。这张是殷殷姐姐，谢谢，哇哦，好好看。这个是，谢谢谢谢，我也是冠军的后面的两个位置，我是季军。哇，那然后也有给我们看一些什么？这些衣服有一些是自己也是古着淘的，有一些是粉丝寄来的妈妈旧衣服。哇，这些衣服都是你的最爱吗？对。 都是你的最爱，对，像这件是粉丝妈妈年轻时候穿过的衣服。哦，这是真的穿过的。对，我真的真有。对，然后这些是我平时拍视频搭配的饰品。哇！哇！这里还有很多。哦，这个还有这个发，你拿出来看一下嘛。这个。哎，姐，你看这个。 哇，这个哇，没死啊！酷，谢谢，谢谢你送给我，可以。哎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。我们在这里找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全部配搭在身上，然后我们在外面走一个 fashion show， 好不好？好 ，runway， 好不好？ 我今天完全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，就是这个店里面的人，就包括磊子哥也，他也很热情，然后姐姐们也很热情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虽然我们是 guest， 我们是嘉宾，但是我觉得，其实今天完全不觉得是主客这样，大家就是在一起聊天，一般朋友想聊什么聊什么，我就觉得太好了。<笑>我们是。 普通的店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一个会唱歌、会跳舞的店。给人家看见我们的诚意、跟热情、跟我们的火辣辣的爱，请吃饭的姐姐，真的不简单哦。